奶奶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在下面种花生。那我下去帮忙。换上水鞋再下去。哇，奶奶，你挖这么多浆。是啊，没一会就烂掉了。小妹妹，帮奶奶清一下泥吧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搞断。知道了，奶奶。知道，奶奶。你清理个大家伙。来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。用把手的话。谁来放刀？回来。下去要放。这么远一坨。那这个要这个。妹妹，用这个棍子来，这么远一个刚刚合适。奶奶，这花生要多久才能拔？要3-4个月了。哇，要这么久。终于放完了。放完还要放肥啊。过来放肥了吗？嗯。要放在花生上面吗？知道了。弄完你们就回去写作业看书。奶奶，那我们回去了不？走路。不知道奶奶去哪里了。奶奶，奶奶。妹妹，我们在这里写一下作业。哥哥，我要写作业，还要读书。妹妹，你会读吗？不会读，我教你读。我不会读。我看看，我教你读。小种子，一粒小种子睡在泥土里，小种子生生养，蚂蚁烧死，行李发重。奶奶，你回来了，你去哪了？我去喝水酒。爽了，这里好多菜了，今晚不要炒菜了。耶，今晚不用煮菜了。大小姐，你拿回去，我开门。这边有什么吃的？有菜，有发糕。奶奶，这是什么？啤酒。有发糕。饼干。剩下全部都是菜。对。菜好重。好肉。哇！给我点发糕吃。小佳去拿盘子出来，把这个菜挑出来。知道啦。一共3盘。那里比较小点。哇，妈妈有烤肉吃，好香。哇，来一个。好吃。这个好不好吃啊？要酸。我拿一点吃。看要再见。妈妈还有香。哇。这边这么多。拿一点吃。这包是烤肉，牛肉明天就出了。哇，好吃！小陈，写完作业就来帮挖土豆了。奶奶，我写完作业了，我下来了。地上的土豆扔到篮子去。那我也来帮忙。奶奶，做土豆大个啊，终于又可以。炸薯条薯片啦、嗯、想看一点看看完了回家做饭了。知道了奶奶。知道了奶奶。我朋友会唱孤人走。他会唱多少句？两句。我也会唱啊。准备剪完了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完了回去啊。妹妹拿仙蚯蚓去喂鸭。回家。小钱，我从你传过去。走。哎，宇航轩，我在。嘿呀，嘿呀。